嘉义县副县长陈义甲，同时也是嘉义县关爱慈善会理事长，今仔日率领慈善会常务干事洪庆文等干部，到嘉义县警察局赠送600粒的高渣皮肉粽，200支的护目镜，慰问警察同仁，添加防疫装备。过几天啊，就是端午节，疫情期间，警察执勤防疫工作更加辛劳。在之前，嘉义县副县长陈义甲特别关心到警察的防疫措施和装备，带来高渣味肉粽慰问之外，更送来防疫护目镜200支。这段时间啊，大家拢遇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吼，啊，大家拢尽量啊，拢在厝吼。啊，但是咱有足侪所在吼，啊，需要警察局咱这些同仁。啊，大家爱去看，吼、哦，爱去巡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的警察局咱的同仁，咱这兄弟啊，会当讲最近的勤务，吼、哦，会当讲加重非常多，吼、哦。啊嘛，感谢咱廖局长，啊，伫这段时间，啊，带着咱警察局大家辛苦。啊，今日啊，伊个啊，特别代表咱关爱慈善会，吼、哦，来捐赠200支的护目镜，和咱这。警察同仁出去巡视的时阵，嘛要保障着家己的安全吼。那咱后礼拜会阁送200个全面罩过来吼，啊，希望咱警察同仁吼出去安全，啊，拢会当安尼维护着。啊，当然五二节要到啊吼，啊，今日嘛特别送600颗的肉粽，啊，来祝咱所有警察局的同仁大家端午佳节快乐。蛮舒服的，这个比较合适这个头，非常感谢副议长对我们警察同仁的一个关怀。那这段疫情期间以来，我们所有的第一线的员警，执行各项的一个防疫勤务，不管是协助稽查这个未戴口罩的民众，或者是这个应停止营业未营业的这些场所。以及协助各项的一个疫调工作，我们第一线的员警在执行各项的一个防疫工作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那他们也身处在第一线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副议长，他也捐赠我们这个护目镜的一个，让我们同仁有更好的一个保护。护目镜直接挂起来，可以防止飞沫进入目睭。两地线执勤人员加一层安全保护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副议长陈义甲表示，后续还有一批全罩式的护目镜会直接送到嘉义县警局，加强当地防疫执勤装备。谢谢新闻蔡明堂嘉义县采访报道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王章良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有人问我。安尼到底要安怎？虽然严重，但是大家唔通恐慌，拜托大家做好三件代志。无必要的时阵，请大家迈出门，挂嘴罩，甲洗手，做好这三件代志，真重要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按照政府的指示，大家团结对抗病毒，唔免惊。拜托大家，无必要的时阵，迈出门，挂嘴罩，甲洗手。感谢，多谢，努力。输棋可以重来，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。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，设计属于你的未来。在嘉义县。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、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，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，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。